们只有在12月18号投下四个同意，然后给这个政府教训，好不好？赶紧投票哦！对，好，谢谢你，真的辛苦了，大家辛苦，好，谢谢，帅哥好，谢谢，要去投票哦，辛苦了，好，大家晚安。美女好，12月18号，我们新北市的市民一起站出来。你好，美女，我是高金素梅，谢谢你的加油。我们之前来热多邦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之前那个，我们都公投同意，他们不执行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对，一定会把它拿到监督下来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早教。曾经有一位民众啊，语重心长的告诉我，他说这次公投很重要，一定要出来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投一次票，就一辈子不用吃莱猪。如果你这一次偷懒不出来投票，你就吃一辈子的莱猪哈。所以请大家下个礼拜六12月18号，一定要站出来投下同意票，来守护我们下一代的健康跟未来。赞赞赞赞赞！立法委员高昌素梅，多谢谢谢，赞车加油赞车加油。谢谢，加油！12月18号，加油！下个礼拜六，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议员，加油加油！谢谢。王威元老师，加油！谢谢。12月18号，可以我们共同的好朋友，由我们站出来，投下四个都同意。OK， 好，谢谢，同意了，一定要同意啊！把莱猪赶出去。啊，对了对了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告诉大家，现在台湾网军治国已经是我们最丑陋的风景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离谱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堂堂的国会的立委，对不对？他是拥有力量、拥有权力的，结果被他们自己的网军。真的差点活活打死哎，各位，你有看到那照片吧？其实看得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讲这个林秉枢哈，我就直接骂他是个人渣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要告诉大家，请问这个打女人的人是人渣哈？可是养这个打人的林秉枢的政党是不是人渣党？对。罪大恶极的其实不是林秉枢哦。而是把他宠成这么嚣张的背后的力量跟实力跟政党。谢谢，还有我，还有那个王威元议员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要去投票哦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美女好，加油，你好，你好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四个同意，把来猪赶出去哈。不想吃莱猪就投同意票，下个礼拜六哈，不想吃莱猪就投同意票哈。两个字同意票再下去就对了哈。没要进啦。大家发财哈，我们的各位非常亲朋友哈，请大家一起在12月18号。美女们好，帅哥，我是高金素梅，拜托为了自己要去投票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四个都同意，太棒了，四个都同意。谢谢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终于在，我看到本人了，看到本人了。谢谢谢谢。对，看到罗志祥。要出来哦，四个同意，四个同意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媒体被垄断了，可是我们还有把揪啊，还有心呐，我们还有感觉啊。我感觉这个政府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才短短的几年，说谦卑、谦卑再谦卑的蔡英文跟民进党政府，他们有谦卑吗？没有。他们有谦卑吗？没有。告诉大家，这四个公投，它不只是食安公投，不只是能源公投，不只是公投的公投。也不只是早教的公投，它其实也是我们台湾是非公道的公投。你真的觉得我们能够纵容这些网军继续为虎作伥吗？能不能？不能。不能的话，四个同意票投下去好不好？四个一定要同意啊！对，太好了，你可以讲吗？你有麦克风吗？哦，没有麦克风。同意，没有麦克风。台湾同意，台湾会更好。谢谢，那各位帮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公投12月18号。
啊，四个同意，台湾会更好。耶！好，谢谢张浩，谢谢张浩，发言了呢。啊，对对，以前是发言。对对对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记性好啊，好厉害，那很多年前的事情。因为我比较是国民党，啊，比较偏国民党。那记得要投四个同意，好，四个同意，好好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加油哈，加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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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要用选票，我们要好跟爸爸妈妈讲，朋友我们要告诉中央政府。可以投票了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十八岁哦，你们看起来好年轻哦。加油，四个同意哦。我是强议员，谢谢。投下四个都同意。这个钱不是你陈时中的钱呢，这个钱不是你民进党的钱呢，这个是大家缴税的钱呢。我们有没有权利看呐？有，有没有？有。可是不好得啊！啊，最很皮、熊皮的民进党说这是秘密，所以你不能看，真的拿他没皮条了啦。然后呢，还去唱歌啦，唱歌也没有我好听啦。对不？我都很喜欢说，你的良心到底在？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呀？四个同意，好，感谢你，好，谢谢大家，素梅爱你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我们为了自己要去投票，好不好？都同意。好 ，OK， 阿年好不？继续给我们直播哈，继续哦，我要回去做生意了。哈哈哈，董事长，谢谢，不好意思打扰大家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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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大家问候，鼓励鼓励，谢谢，感谢，四个都同意，谢谢，谢谢，两位董事长，耶，你好，还是投票票，谢谢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下个礼拜六四个同意票哈，谢谢，美女好。还有一些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委员呐，这个民进党吼，就是就比更小哎。啊，我们如果这次公投了以后吼，他不做怎么办？那我干脆不要去投好了。哎呦，阿伯，千万不可以这样想，好不好？如果说大家都这样想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叫做姑息养奸？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等于我们放任这个政府在给我们霸凌呢？唔通好不好？我们就用我们的公投票教训这一个没有良心的政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沿路走过来，沿路宣讲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我们觉得很值得。你好，我们看，对，我是张金淑梅，帅哥，要去投票哦。好，我其实信心很十足哎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因为我们真的听到看到我们的民众，谢谢你会去投票吗？你看，感谢，好，礼拜六哦，下个礼拜六哦，好，四个同意，谢谢，谢谢。